1915年，魏家灭门惨案。放过我！是啊！1915年。12月12日，冬。不知不觉，来这里已2年有余，我至今无法分辨，这是梦还是现实。一开始，我只想做个观察者。后来，我开始试图理解他，窥探他的内心。该死的人是你，不过是魏家的一个弃子。世人只审视结果，却从不过问过程。当我周一面对的不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一个男子真实、孤独、被想象所掩盖的半生。先生，